各自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过去一周，我们希望能够来借一件事情，用佛法的角度来探讨。那么因缘就讲到有一位年轻的韩国的歌手选择了不归路。在我们所理解，现在的年轻人一方面压力也很大，也许大家都想当一个人生胜利组，所以会导致本来就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比例会更高。那么一直不停的追求，向外去追求，不明白苦空无常，求必然有求不得苦。那么八苦呢，也不明白，不知道这个苦会让自己谴责，有挫折感，深的呢，在心灵上会受伤。这个受伤并不是只有挫折感，而是它真的会像我们的身体一样会痛，那么导致于在情绪上产生关联的没有办法自我做主，不自由主的可能会哭泣或者惶恐或者害怕，都是负面的。但是我们呢，如果有正确的观念，知道苦空无常，知道人生以服务呢会更快乐，知道很多事是靠不住的，因为它是无常，知道我们所要克服的是自己，我要服务的跟包容的是除了自己以外的一切人事物，我们的内心就能够平衡，也比较快乐。即使内心有悲，也是不忍他人苦，众生苦，而不是为自己。所以这个悲又有无我的空性，或称为大悲。而大悲心起，才会了解自己所受的苦跟别人是一样的。而人跟人之间有了这一份推己及人的同理心或者大慈心，就能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理念呢落实在生活。
而不会把人生当作网络的游戏，不好玩我就不玩了。轻率的呢，就想退，不懂得因果。其实我们人生会有很多考题，可能解不开，我们先放下，我们做其他的题目。日后我们回头再看，以前认为解不开天大地大的事，现在回头看，真的会偷笑，根本没事。那么，我们碰到周围有这样的人，应当要知道，要陪他走过，因为这样的人，他也不是愿意的。不管他是心理上的，或者业力，或者其他的干扰，还是需要人陪，否则他没办法面对自己的情绪，没办法独处，害怕面对自己的情绪。一方面可能是没办法控制情绪，甚至于更深层的，会怨自己或怨他人。那么离开原来的环境，或者转移一个重心，还是要有人陪，有人安排，让他有一盏灯，不要孤独面对黑暗。可以陪他培养新的兴趣，多运动，用自己的心气能量转这个负能量，或者用其他辅助的疗愈的方法，千万不要去听那些疗愈的歌，那些都是麻醉，毫无作用。停滞并没有真正的转，但是有些，例如用鼻根，你把一些香精的磁场由鼻根进去，或一些音乐，那么正能量让心灵呢进入这个安定，这些都是由耳根、鼻根而调整脑波，让我们的脑不要在那一块上面绕不出去，让它可以有一夜的好眠，或者有一天的阳光。那么这些其实是家人比较容易陪，亲朋好友比较困难，因为没有共住。那么如果比较严重，甚至于会有幻觉、幻听啦、幻想，这些就更需要借由精神上或宗教上的力量
让他脱困。所以人生总有一些考验。那么年轻人，我们过去呢，形容啊，草莓啊等等。这个社会越多元，所要学习的、承担的越多，而该怎么有正确的人生观这一块，大家却渐渐的忽略，只用功利主义来领头。非常的危险。所以当心里呢失去了什么，或者压力快爆炸，或者心灵受伤，这些也有可能是业力显现，或者外来的干扰、磁场的问题、阳宅命理都有可能可以探究这个原因，但是是我们要面对改善它，转这个心的能量，这是我们以有学佛的人来讲，没有的时候呢，时间拉长，那么慢慢的循循善诱，像佛陀一样，对我们也是循循善诱。一下子呢是没有办法呢，有这个愿力来转这个业力，因为即使我们鼓励他为善最乐，走出去，往阳光的地方走，还是要有人陪一段。借假呢修真，让内心的阳光真正的普照出来，把爱变成大爱，这是正能量。我希望大家能够注意身边的人。那么疗愈的方法很多，一个是用小动物，因为小动物呢不会跟我们太违逆违抗，小动物生来可爱，让我们生起喜欢的念头，愉悦的念头。一个是花草，因为花草的磁场本身就是一种和和的磁场，让心呢能够安定。那么大自然也可以，尤其是芬多精，也可以让我们的脑呢，或者一些香精，也可以让我们的脑起了变化。那么学佛当然是知道对境练心，顺利都哪来转为道用，可是你不能一下子跟年轻人讲这些。所以我们珍惜每一个因缘，那么如果我们有这个因缘，可能会很辛苦，有时候呢你要帮一个人走出来，不是一两个礼拜一两个月，有时候要一两年甚至于更久。那么尤其他们可能越晚精神越好，一方面怕黑怕孤独，二方面可能有一些干扰幻觉。
那么我们都必须陪，有点辛苦，但是值得。那么不能让他们从手边溜走，否则我们真的会自责一辈子。就希望大家共同来面对这个社会现象。那么该就医还是要就医。一方面呢，我们人可以给他正能量；二方面呢，心理医师可以安定他的神识。那么最好，我个人认为要治标治本都要，但他绝对需要一个陪伴的人。有的是用动物啊，有的他们就会自己让自己很忙，跟这个情绪在对抗，很辛苦的。有的是自己会关起来，内心恐慌，避不见任何人。那么碰到干扰呢，还会把灯关起来，怕阳光，不吃不喝的都有可能。尤其最近呢，这些年呢，年轻的案例增多，所以我们以一个比较年纪大的人能体会这种情绪的影响，我们更应该伸出援手。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都是父母生的，我们都希望呢，每一个人都平安吉祥。所以，不管任何宗教，像今天是圣诞节，那么昨天是平安夜，我们希望家家都平平安安、快快乐乐。那一喜呢，破千煞，让这个圣诞节愉悦的磁场来清净一切的灾难不祥。这是我们中国人懂的，借由这个净来转为道用。同样，虽然我们有宗教的分别，但正能量是每一个宗教所渴求的。尊重、包容、赞叹、和和，我们家人、团体、社会、国家不也是如此？宗教更应当如此。所以今天也很欢喜，那么以前呢，都会有圣诞礼物给大家欢喜，还带一点惊喜。那么会想，圣诞老公公会给我什么礼物，有一个期待希望。那么父母呢，就会去安排满小孩的愿，让小孩呢欢欢喜喜的成长。
这也是亲子关系。家庭的关系也是需要去维护的，一个团体也是一样，尤其共住的团体，工作也算是一种共住，一个球队，这些都是，这个就是一种修养。我们知道人是群居的动物，这是一个基本功，做人的根本。所以我们自己也共勉，尤其当旁边的人有异常的时候，我们要发现，然后呢要去帮忙，才不会造成遗憾。好，我们继续再来讲这个法华。我们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如来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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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上个礼拜讲到这个如来啊，他为了众生，像自己的小孩一样平等的给大家最好的。那么以如来的最究竟的涅槃来赐予他的小孩，我们这些众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如来的禅定解脱，都能够成佛。当然就是要行菩萨道。我们继续讲，舍利弗，如彼长者出以三车，又引诸子，然后但与大车宝物庄严安稳第一，然彼长者无虚妄之咎，如来亦复如是，无有虚妄，出说三圣，引导众生，然后但以大圣而度脱之。何以故？如来有无量智慧力，无所谓诸法之障，能与一切众生大圣之法，但不尽能受。舍利弗，以是因缘，当知诸佛方便力故，与一佛圣分别说三。那么这一段是在譬喻这个不虚妄啊的现象。那么他是怎么样讲呢？就是说，舍利弗啊，就像那一位长者啊，他最初就是用羊车、鹿车、牛车来诱导这个小孩出这个火灾，然后呢都给他们大车，而且都有宝物的庄严。那这个大车呢当然也是最安稳的啦。然而这位长者并没有说给他没有讲到的，他还是给他牛车大车，那么也并没有说承诺没有给的这个过失。同样的呢，如来他也是这样子，他并没有这个虚妄。如来刚开始呢，权巧方便呢，说三圣佛法，
引导众生处理三界，然后把这个权巧方便废掉，来讲呢这个实法，真正的了义的法，就以大圣来度脱我们这些众生，让我们呢都能够到最究竟的彼岸。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如来他有的是无量的智慧，有十种力啦、四无畏等等的法宝宝藏，他可以让众生用大圣的佛法，那么来行菩萨道，共成佛道嘛。就像前面讲的，太多的宝，更多的众生也用不完，何况是自己这个家宅的小孩，是这个意思啊。举例，但是众生呢，他的根器啊，并不是都像我们刚刚说，一下子能够发菩提心、行菩萨道，都能够直接的领受菩萨的这个法。所以啊，舍利弗啊，因为这样的因缘，就知道诸佛都是用随顺众生他的方便，那么把这个一佛圣分别呢分成三圣的佛法。又继续讲，佛欲重宣此义而说偈言，譬如长者有一大宅，其宅久固而富顿壁，堂舍高围，柱根摧朽，梁栋倾斜，基壁颓毁，墙壁僻侧，泥土滞落，覆山乱坠，船履蹉跎，舟杖区区，杂秽冲片，有五百人止住其中。那么这一段就是再重新再来讲一遍这个譬喻，那么重点是放在讲这个三界它是无常而且不清净的。那么从这个长者有一大宅，其宅久固而富壁顿，这一段长者我们知道就是在讲佛，他就是这个长者的譬喻。那么大宅就是讲三界，然后这个地方这个其宅久固呢，就是这个我们讲的成住坏空啊，这个沧海桑田啊，这个时光流转。那么这个地方讲的顿壁呢，就是我们所说的无常啊，非常的迅速，这个顿代表快的意思。确实无常是很快。那么大家回想，我们作为一个人，我们生出来呢看起来就很可爱，然后呢我们都很喜欢小朋友小孩啊，会去疼爱他、照顾他。然后到了很快的青春期，就会变得从可爱转成很漂亮啊，皮肤啦，这个自己的这个身材啦，就开始呢有这个青春期有荷尔蒙的改变。然后开始呢就会追求异性，准备要成家。那么人生的历练呢，到了经验比较有了，就开始要面对养家活口的日子。然后身材呢就叫做壮年啊，身体也比较成熟，心性也比较稳定，然后来承担这个家计。
到老了呢，前面这些需求都没有了，开始呢，外表没那么庄严，各方面呢，体力呢衰退，小孩子的可爱呢也不复见，慢慢准备下台的。每一个人的基因、生命密码都有这些设定，很快，它的过程就叫无常，一直在变。从小孩子眼睛很好，到读书呢近视眼，然后呢姿势等等又灯光又不在意，到最后呢可能这个近视很深，或者可能还有散光，然后慢慢的呢就变成老花啊，又开始眼睛的疾病啦、啊、等等，光从眼睛也是看到它的无常。其实人生不就是这样吗？这地方就在讲无常很快。那么唐色高纬这一段呢、啊，因为众生就是住在这个唐啊，这个色啊，啊，所以就是三界的意思。唐色高纬就是高度的危险啊，因为这个火灾嘛，代表着非常的危险，而且这危险性呢是很严重的。毕竟呢，你能不能出三界六道，这是一件非常这个不容易、高度危险的事情。那么柱根摧朽，梁栋倾斜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摧枯拉朽啊，代表的就是毁坏、腐败的意思。前面讲的是腐败，那讲这个梁栋的倾斜啦，就是这个前面讲的是倾尾，也就是这个倾斜，然后危险。因为这位跟前面讲的跟后面呢都是呼应的。击毙颓毁，这个击我们都知道地基啊，啊墙啊下面这个就叫做地基啊，这个地板下面。那么这地方讲的陛啊，我们常常讲啊，陛下陛下，我们今天要见皇上呢，就有一个楼梯要上去，这个阶梯就叫做陛。那这地方讲的阶梯讲的就是三界，就是啊，我们当然有所谓的，也可以把它讲成三三道啦、三恶道啊、善恶或者无记不动啊，这三业的种种的因缘。那么这些每一段在六道这些业缘呢，就这样子一样是生灭，就是颓毁。因为这些不管是地基或者是这个阶梯，它的生灭变异就是一种毁灭嘛，从把它建设起来再毁掉，像我们所有的房子，甚至于这个地球其实也是生灭变异。那么墙壁、匹侧、泥土、日落，这个墙壁、匹侧，或者是这个前面讲的这个溃落，我们知道墙壁它是从这个泥去把它做起来的，而我们人本身呢是从四大呢组合起来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呢，我们这个身体啊，或者这个四大、啊、最后呢也是毁坏败坏。那么这个地方讲呢也是一样，把它叫做至落，或者是这个匹侧啊，因为最后我们就了解我们自己呢四大分散，这个墙壁呢或者这个泥呢、土呢，也一样呢分散了。
复三乱罪，传女这个痴托。那么这里面讲的覆山，就是覆盖着这个草，这个山，就像我们的头发，讲的就是头发。头发呢，这个也是会无常。那么这地方讲的这个传女，讲的就是我们的牙齿呢也会毁败。毛发呢开始变白，年老。那牙齿呢也开始呢脱落，讲到这个无常。那么周藏区区杂秽充满，那这个三界呢也一样，就像我们的人呢的身体呢，这个周围呢，包括我们的里面的肠子弯弯曲曲的，所有的很多的肌肉呢也是一样，这个架构呢并不整齐，然后呢里面呢有很多的拉渣污秽啊，我们的这个眼泪啦、鼻涕啦我们的大小二便充满着很多屎啦、尿啊。那么整个把它白话来讲，就是说佛陀呢就把这个一圣说成三圣，那么三圣实际上它是一佛圣。再讲一遍，就讲啦，比如这个长者有一个很大的住宅，然后住宅呢年久了，老旧了，很快就要倒塌了，然后房子房舍已经非常非常的危险了例如啦，他的柱他的根就开始呢已经腐败了，梁栋已经歪了，然后这个楼梯啊阶梯啊也腐败要坏啦，墙壁开始剥落啦，这些涂料啦也一样剥落，那么盖着这个房子上面的茅草呢也已经乱了，已经这个不整齐，可能会掉来会飞，那么包括呢它这些比较细的这些乌梅啦，它的横的啦或者是直的啦这些也已经很多地方它那个卡榫呢也脱掉了，那么这个宅舍的周围啊也是很拉杂污秽，那么像这样的地方呢还居然有500个人住在里面，就讲长者啊这里面呢住了500个人这我们前面有讲过，也就是说这个是在讲无常变异啊危险啊，我们啊都还是浪费生命在里面游玩啊，没有想要处理，而且啊里面确实是不清净。那么继续讲，这个痴枭雕鸠乌鹊这个鸠歌，顽蛇腹蝎蜈蚣游眼手工百足游离西蜀诸恶虫背交横驰走屎尿臭处不尽留意枪狼诸虫而及其上胡狼野干咀嚼践踏纪念死尸骨肉狼藉游视群狗近来薄错鸡雷张皇处处求食斗争扎策严宅好废奇色恐怖变状如是。那么这一段讲的就是我们佛门在讲的食屎里面的五顿屎，这个食屎的意思呢就是有十种的驱屎的力量，那么
这个五顿始呢，就是讲我们的这种五毒。那么所谓的这个始啊，就是假始这个始。那么在这个地方是讲驱始，这个始代表的是我们的根本烦恼，是我们人的迷惑。那么这一段所讲的是五毒的部分，也就是五顿始的部分。那么所谓的五顿始，就是跟五逆始，它是以相比较来讲，它是比较钝的，好，也就是没有那么快的反应的，所以它是相对的比较钝。那么我们在讲五逆始的时候，大家就会知道为什么它相对比较钝。吃消雕鸠，乌雀鸠歌，这八个字都是在讲这个飞禽，它是鸟，鸟都是比较飞在上面，所以它都看下面。这个代表的就是说，这八个字八种鸟代表的就是一种傲慢。那么而且呢，鸟飞来飞去感觉有禅味，但是前面这四种鸟呢是属于比较凶悍的，也就是它还带有一种嗔。那么后面呢，这个乌雀鸠鸽，就像鸽子啊乌鸦，它没有那么嗔，可是呢它又变得有一点愚痴，就用这八种鸟来比喻。那么又讲到顽蛇腹蝎，蜈蚣游蛋，这些都是有毒的一种，可以说是虫，也就是说它都是一种嗔。像蛇、丸代表的都是嗔，包括蝎子、蜈蚣都有毒，那么也都代表嗔，会斗。那么手工百足，游离西蜀，手工就是壁虎，百足就是蜈蚣，一百只脚。那么这个游代表的是黄鼠狼，那么这个离啊，篱笆换太子，这个离它有点像狐狸。那么这个鼠就是一种老鼠，这一些这一类的呢就是一种愚痴啊，他们没有那么凶，代表的就是一种痴迷。那么又举例说诸恶虫被蛟横驰走，就是说以上这些虫啊，他交恶交叉来在这个三界里面火灾里面奔走，也就是到处都是这样的现象。然后屎尿臭处这一段啊，不尽留意枪狼蛛虫而及其上，这一段就是讲这个屎尿啊非常的臭，不干净，代表的就是五欲这些尘染。然后呢，这些虫在上面呢，这些臭啊，在这些里面呢交流，代表说世人呐、啊，这种贪呐、啊，因为这是欲界啊。让这个地方呢非常的污秽，很臭。然后呢，胡狼啊、野干咀嚼践踏。我们知道狐狸它是比较疑，我们讲五毒里面的贪嗔痴疑慢的疑啊，狐性它的个性就是疑。那么狼就是什么贪啊，这个野干呢，它是有点像狐狸，然后它的声音是像狼。这代表了人都会执着于自己的欲望，
那么贪呢就会一直咀嚼一直咬，那么疑他就会去践踏，他不敢咬，他就是怕呢，怕你会伤害他，他就会用脚呢去践踏，看你会不会有反应。就在讲，这就是讲我们平常看得到的五毒在引导我们的所作所为，就跟这些动物呢相应，用这样的比喻。然后纪念史诗，骨肉狼藉。那么所谓这个纪念啊，这个纪念呢，就是讲主角的这个声音。然后呢，这个史诗，也就是说，啃到骨头去了。这个地方的比喻呢，怎么会有这种现象？是在讲我们人世间的暴政，也就是对于这些老百姓，就是压榨，甚至于就是啃到骨头。那么抛弃这个剩骨头吃完了，又啃到骨头，啊，就讲骨肉狼藉。我们一般讲说吃人够够，就像这个的意思，就是在讲暴政，这个三界火灾会有这种现象。那么由是群狗进来搏错，积累张皇处处求食。那这一段讲的是盗贼，也就是这个强盗这种行为，强取豪夺，就像 一群狗，然后呢竞相要来夺取呢他的猎物，而且贪得无厌。这个就是讲强取豪夺的现象。那么斗争扎策，崖宅豪废，这个斗争它的形状跟它的声音，就是用这八个字来形容。这样子刚刚讲的这些斗争的现象，它的形状，那么它的声音，就是扎策跟豪废来形容。那么其色部位变状如是，那么这个色当然就是讲这个三界迷惑，或者这五毒的驱使，我们讲的这个五顿使，它的变化，它的状况就是像这个样子。所以这一整段在讲五毒，拿这些鸟、虫、动物，它们之间怎么交错，怎么样的污秽，啃到骨头，或者是巧取豪夺，然后它的形状、它的声音，跟他整个的状况，那个力道驱使，让大家迷惑在这个火灾里面，是这一段是在讲这样的。然后呢把它白话的讲，就说这里面呢还有这种种刚刚所讲的鸟啦、虫类，就是这个蛇丸啦等等啦，然后蜈蚣啦，然后这些壁虎啊，这些老鼠啦等等，在那儿呢胡乱的跑来跑去，互相的交错，而且屎尿这些污臭呢横流到处，然后呢这些有的人还会贪食粪便的这种小虫，它也都还在上面，就是我们在这个讲而及其上
啊，这个羌梁诸虫，好，在上面还有这些，你知道，我们知道有一些湿化生的这些，称为虫，它们也还在，而且这些狼啊、狐狸一样啃着尸体啊，成群的狗呢也来截取，跟狼一起抢这些，然后到处呢。为了自己的利益去争夺，去求这个他的食物，然后争斗，用暴力的方式。你看这个地方多么的恐怖，而且非常的变态。这个以世俗讲叫做变态，这边讲到变异怪状，就在讲这个现象。那么继续讲，处处皆有魑魅魍魉、夜叉恶鬼、食啖人肉、毒虫之属、诸恶禽兽、腐乳产生、各自障护。夜叉进来争取食之，食之既饱，恶心转炽，斗争之声甚可不畏。鸠盘土鬼蹲踞土垛，或时离地一尺二尺，往返游行，众议嬉戏，捉狗两足，扑令失声，以脚夹紧，布狗之乐。复有诸鬼，其身长大，裸形黑瘦，常住其中，发大恶声，呼叫求食。复有诸鬼，其咽如针，复有诸鬼，手如牛头，或食人肉，或覆啖狗，头发蓬乱，残害凶险，饥渴所逼，叫唤驰走。那么这一段就是讲五力史。那么所谓的五种历史呢，就是讲身见、边见、取见、见取见，那么还有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借进取见，这五种根本烦恼。那么因为它动念即生，所以它称为力，也就是它很快。你一动念呢，都在这种的五种里面，因为它这是一种根本的，可以说是一种错误的烦恼。那么前面所讲的呢，它是比较钝，没那么利啊，没那么明显。但是这五种呢，是非常的，我们讲利根呢、啊，就是非常的利。那么我们再解释一下这些所谓的身见，就是认为这个身，这个我呢，它是实有，所以它会执着在五蕴，啊，就讲这五蕴烦恼。那么边见呢？这个边的意思就是我们常讲不落两边。那么边见的意思就是说，它落在常跟断，常就是说啊一直都在，断就是啊我死了就一了百了啊，就是落在这两边的见地见解。那么邪见啊就很多啦，大部分在最严重在讲就是说不信因果啊，他不是说啊一了百了，他是根本就不信因果，胡作非为。那么见取见呢，就是自己自以为是的成见啊，当然也不相信所谓的因果论。这个叫见取见。那么借进取见呢，是讲他所持的是不是真正的正确的应该守的戒啊，像我们呢、啊、会讲这个解脱戒啦，或者讲这个八关斋戒等等啦，菩萨戒。那么他在戒上面，他的坚持上面，他认为他在修行，所以他的戒定慧，你的戒错的时候，后面统统错。
所以就是讲有这五种呢历史啊，历就是利益的历史，就是驱使这个历史。那么在讲这些我们一开始讲这个魑魅魍魉啊，这些就是在讲我们讲的山精水怪，或者我们一般讲的精怪，也就是说到处呢都有这些精怪啊，也就是讲这个无历史把它形容作精怪啊，大家来看是怎么样说。那么从夜叉恶鬼这一段到诸恶禽兽这一段讲的就是我们所说的邪见。那么人呢当然就是有善他才会做人，如果以畜道呢就是入这个我们讲的恶道。那么有邪见的人呢他这个是认为没有这些因果，就好像一些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夜叉恶鬼，他会来不相信因果，所以他会来吃人或者畜生。所以我们比较常常会知道的就是说这些夜叉恶鬼呢他会盗取人的精气能量，甚至于修行人的光明能量的功德。因为他们呢夜叉恶鬼这些就是邪见，那么未来当然就是落入这些夜叉恶鬼，同样因果这样循环，所以他们就是邪见。那么这个从这个俘虏产生一直到圣可部位呢，这里面呢卵生叫做俘，胎生叫做乳，这两个字的意思是卵生胎生。那么邪见的人呢他执着于自己的这种邪见，然后就像护着抱着他的胎卵一样非常放不掉啊。他的邪见当然有很多种啦，那么这个夜叉他会抢着来争他的目标他的食物，然后他的邪见呢非常的严重，然后呢非常的炽盛，而且他们也会抢，那将来当然他们就是犯了这种过失就会堕这个地狱啊，这个地狱是非常恐怖的。那么在这个鸠盘土鬼一直到众议嬉戏的这一段讲的就是戒取啊，这个就是邪的戒取。那么所谓的鸠盘土鬼，那么这个地方这种鬼呢它是没有手没有脚的，就是我们一般在睡觉的时候那么会被鬼压床，就是这一种鬼啊，又叫做瓮鬼。那么这样的人他是这样的鬼，他就是因为持了邪的戒。我们知道有这个佛经里面有讲牛啦狗啦猪啦鸡啦，有人持这种戒在修行这种外道，因为他认为他过去生是从那里来的。那么今天虽然有了这个不同的人的身，他却去学这些动物啊，例如说我们这个讲这个鸡睡觉呢他一只脚可以举起来然后不动啊，他去学这种定，因为他的知见错误，那么他去学邪定，就是学一种动物的修行方式。那么这样呢就是一种邪见的戒，那当然他所修的即使他还是认为人应该行善，但是他毕竟这样的修法呢他从戒开始就错，
他就是邪定邪慧。那么甚至于他很可能因为也行了很多的善啊，我们讲的就是他是外道啊，啊，并不是说他是恶道哦，外道也是有善道的哦，啊，我们不要误会哦。他很可能也会在四禅或者四空，那么他会认为这样已经到顶端了，他不知道这个都是有漏的，所以他将来很可能呢，这个还是在欲界啊，在人天。就这里所举的例是说，蹲踞土朵啊，啊，就是在蹲在这个土，或者是说他再高一点呢，啊，离地一尺啊，再高一点到这个四空啊，那可能就离地两尺。那么离地一尺呢，可能是在四禅，也就是在色界。那么他上上下下啊，上升到无色界，下来到这个所谓的欲界啊，这个就是往返，就是这一段里面所讲的往返三界的意思，就叫游行。那么不修圣道，所以他等于说是最后讲的众欲嬉戏，也就是他在做的这些邪戒，不管他学牛狗猪鸡这些修行方式，虽然也修善也修定，但毕竟他真的是在浪费了这个时间，所以说他放纵自己，因为他没有入圣道。那么在这一段的意思，那么再讲捉狗两足，一直到不狗自乐，这个地方也是在讲这个狗戒，在讲他的邪取的部分。这样的人呢，他一开始他的修行的因就不对，他去学这个狗，以狗戒呢来自乐，自己觉得这样修行他觉得很快乐，其实上他的因就不对，当然果呢就一定不对啊，这也算是外道，虽然他可能有行善。那么他这个就讲啊，抓狗的两只脚啊，然后他不会觉得苦。你看有的人呢，就是把两只脚放在自己的头上啦，甚至于把它在身体啊在那边滚啦，啊，甚至于让自己身体受苦行、受苦恨，这是修苦恨的。他让自己的身体非常的痛，然后从痛里面呢，去修炼，从苦里面呢去修炼，然后他从这里要修定，啊，故意让逆境来让自己呢不被这个逆境所转。这个逆境是从身体上的，啊。然后虽然他能够克服这种身体的苦，例如说他把脚呢放在这个，我们有的人就是说虐待啊，不管他用什么方式来虐待，把脚放在狗的脖子，让这个脖子没办法出声音，然后这个以这样子呢克服这个痛或者克服这种恐怖恐惧，这样子的修行的方式实际上呢也是不对的。那么又有比喻说，从富有诸鬼一直到教乎求实的这一段，讲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身见。因为他认为有这个自我，所以他五蕴烦恼呢在掌控。那么他这里呢是认为说，我这个我呢是真实具有的，那么过去现在未来呢都有。所以呢这地方所讲的这个，他这地方有讲到长大啊，这个大呢，哇，我呢跟虚空一样这么大啊，然后时间这么久，他认为自己是这样的。然后再来，他执着于自己的我见，所以呢，他自以为是没有惭愧心，啊，这个裸形的意思就是赤裸裸的，啊，他以为自己呢所想都是对，他没有一点点反省力、惭愧心。那么这地方就在讲黑兽，这个黑兽啊，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盲明失道，就是说他本身这个黑是因为这个明顽不灵，这个明啊，那么就会呢没有光明，而且他瘦是因为他没有福德，所以他显现的是黑瘦。那么常在其中所讲的就是他常常在三界里面，并没有出离。那么这个大恶生所讲的就是他变成谬论，也就是他讲出来的都是不正确的啊，这个不是真正的善道的声音。那么他这里所谈的求实，因为他所修的都是为了自己要求福啊，并不是说服务业为了众生，他修苦行也是为了自己要成就，那么求自己的涅槃，这样呢用我在修行，其实这个呢就是身见，这个我们就可以警惕自己，我们今天是服务业还是都是搞了半天还是为了自己的目的。那么富有诸鬼其因如真，这地方讲的就是这个见取。那么见取的人呢，他会颠倒，因为他会用自己呢来执着于自己的所见，那别人所见呢他都不信啊，或者是说常常会说哎呀不理啊不听啊，也就是他完全自己催眠自己。那么这样子呢就最后呢当然就落入这个像鬼一样的落入这个轨道。那么因为他还是有用自己的想法要去欲求啊，自以为是，然后要去贪求，所以呢我们都不能贪，有时候是我们在学法的过程连法呢也不能贪，否则你要贪最后就是像鬼一样啊，咽喉呢像针一样这么小，就是因为贪，而且你本身呢难调。那么富有诸鬼啊，一直到教唤持走这一段是讲边见的部分，因为边见的人呢他就是认为有一个断草，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么这个两个边见就像牛的两脚一样，所以这地方讲手如牛头这两边。那么这个边见或断见呢它严重在哪里呢？你认为断的时候，我们知道实际上呢会有一个因缘果报，他就已经把他这个理则真理法则他把他没有接受。那么你认为常的时候呢，他对无常呢他也否定，所以他一根本的错误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对于这些因果或者是这个因缘，如果这里讲的食人肉的意思就是说你违反了这种因缘果报理则，就失去了你的善根。那这地方讲干狗，也就是狗吃咬狗的啊，这个意思就是更糟糕的是你把世间的而不是这个出世间的这种善根你都已经断了，而且生出了62种的邪见，这地方62见是讲62种邪见啊，而堕落。那么这地方所讲的头发呢蓬乱是讲啊，你跟断跟长本身呢失去了中道，我们一般头发我们都是把它梳得很整齐不会蓬乱，那么蓬乱的意思就是一些理则呢你已经脑袋呢乱七八糟，已经把这些理则呢搞乱。那么残害凶险是指这样的想法呢是非常的危险
对自己也是一种伤害。那么这样的人呢，他没有这个所谓的定，也没有慧，他就是还要名闻利养。那这样子呢，他实际上是非常的，这地方的饥渴讲，就实际上他是非常的缺乏正知见。这地方的饥渴讲的是缺乏的是正知见，然后呢，当然最后就是所逼的意思，就是说非常的急迫的缺乏正知见。那么嘴巴讲了这些两边错误的边界，那心里面也这样认为。那么最后讲的教换持走，这个持走是在哪边持走？就是叫六道持走。所以呢，他失去了十善，失去了戒定慧，失去了善根。所以这一段在讲的就是五逆史驱使我们失去这些。那么这里呢，这个 简短的讲，白话的讲，就是说这个火灾里面啊，就有这些，然后有夜叉等等，然后来吃人肉啊。刚刚我们这些比喻，还有毒虫啊，甚至于有卵生的啊，还有这个胎生的啊。虽然各自呢啊都藏得很好，都拥护着自己的知见，但是呢，还是会有这些夜叉啦，大家来互相的咬，互相的吃。他们吃得越饱，然后自己心性越凶狠，然后会斗争起来，然后会发出怪声，非常的可怕。然后呢，这些所谓的会来鬼压床的这些鬼，就蹲在啊这个土堆上面啊，有的是在人啊，有的甚至他修这个定啊，或者他能够修空啊，这样子上上下下啊，并没有出离，甚至有的修狗的这个戒啊，这个让这样的修行方式，他还自以为乐，自以为是。那么有一些鬼呢，非常的认为自己呢，这个很高大，然后呢，其实这个也很黑，然后他的这个瘦瘦的因为他没有福，那么他裸露也不觉得自己呢有什么惭愧然后他的声音很大，然后呢还要吃东西就讲到这个鬼。那有的狗是这个喉咙就非常的细那吃要给它吃也没办法吃。那么有的鬼呢，它脑袋呢两只脚牛头，这个就是边界它看到什么都吃狗也吃，人也吃然后呢头发又乱残害这个别人，也残害自己这实际上它是非常的凶险的，因为它们也饥渴那么就到处呢奔走驰走。以字面上来讲是这样，但是以这个深入的来解释它的真实意的时候，就是我们前面所解释的。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我们来持诵一遍这个心经。我们希望借由这个心经呢，能够转不祥为吉祥，也能够来让所有一切有情的心能够安定，然后能够自尽其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
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地阿塔唵巴迪嘎迪巴拉嘎迪嘎拉僧嘎迪波迪梭哈迪阿塔唵嘎迪嘎迪巴拉嘎迪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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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僧嘎迪波迪梭哈。我们在持诵释迦牟尼佛心咒。唵嘛呢嘛呢啊嘛呢释迦牟尼佛啊。So
在此诵药师佛心咒，也让药师佛十二愿力来让我们能够身心二病能够转为身心健康，也满我们在成佛过程所有的但愿都能够成，一切横逆能够转为吉祥，最后成佛。嗡贝喀扎贝喀扎玛哈贝喀扎阿扎萨姆嘎提索阿唵贝喀扎贝喀扎玛哈贝喀扎阿扎萨姆嘎提索哈扎贝喀扎玛哈贝喀扎阿扎萨姆嘎提索哈，唵贝喀扎贝喀扎玛哈贝喀扎。阿扎萨姆嘎提索哈，唵贝喀扎贝喀扎玛哈贝喀扎阿扎萨姆嘎提索哈。唵贝喀扎贝喀扎玛哈贝喀扎阿扎萨姆嘎提索哈，唵贝喀扎贝喀扎玛哈贝喀扎阿扎萨姆嘎提索哈，唵贝喀扎贝喀扎玛哈贝喀扎阿
扎萨姆嘎德索。我们在持诵阿弥陀佛心咒，让一切众生心能够回归清净的净土。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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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界，诸佛放光度群伦，迷者觉登净土，当下即是
信佛众生三无差别，时时转为十波罗蜜，慢慢将光明收回身心，慢慢出定。那么我们也希望今天这样的禅修，将我们娑婆一切法界都转为光明的正能量，我们往光明面去行持波罗蜜。那么当下就是清净的净土，那么希望我们一起来实修实证。好，我们今天禅修就到这个地方圆满，阿弥陀佛。